这个机会。对，有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可以去做的。对，比赛开始啊！那我们就挑战成功了，冠军挑战成功了。一比一，好球，漂亮！一比二。刘诗雯的，她现在这个粉丝团还是挺这个，还是有很多。2-3，是，起码就是说，基本上在技术当中，对啊，你还没有太多的漏洞让点。对。哇、哦！好球。5-4。更加通过变化去调动理解。好球。4-6，质量呢还是要提高一点。像这个球呢就没有。对。8-5。李一杰在，就非常好。嗯，对，发挥的真的扣得很细。对，发挥了自己比较高的一个水平，也就不是很多了。对，但今天给大家家乡父老球迷所展现的这个技艺水平啊。10-7。相持，李一杰很像。李一杰相持。好，第二局来了啊！对，我侧身了。对，就是0-2。哦，有失误。0-3，衔接好像比上一局要走得快一点。嗯，这个就是提劲儿了，对吧？这就是说人，你看这走。他反映的是他的一个心态，对，就这局我要不再不拼，再不拼就没了。肢体的语言当中，你可以看到一些变化哈，很明显的这个。0-6，现在比分不错啊，6-0，好球。0-6，以前是，而且胜者往往都是刘诗雯。7-1。第二局提升之后，刘诗雯的压力也大了一些。对。啊，对这个，对这条线的相持。7-2。八场还是要算。这球。啊。是一个运气。2-9。这比分拉的。10-2。10-2。就考虑下一局了。好球，漂亮！10-3。这个接发，现在女子好多这个接发。嗯。李晓霞的时候你怎么打？嗯。对吧？嗯。这个往往在女线方面呢，它是属于这个大锤型的。嗯。那么你肯定要看你怎么调动了，你能不能把对手调动起来。对，1-1。对啊，包括这个拧拉，对啊，速度的衔接，啊，你看这种速度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机会。就是这个运动员的也在，他只要回到广州以后，基本上还是在保持。对，也在保持。也在保持。对，这就是一个运动员很好，已经形成。啊，这个这么多年来啊，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啊。好球，扛住。哦。那你确实是很难防，就是好球。3-3，其实模糊的话，你这个已经最低质量的去接到这些球，那就已经足够了，对吧？对，这发球已经有了这个能力去拧，只是说能不能我发球让你拧。我得看就有数的。
球，漂亮。有些时候，好球。这个就是大家对比一下刚刚这个叫这个廖若晨的，他是一看到他。对吧？压得你死死的。你看这么快的变线、啊，你说你在发球轮次通过发球啊，带出这种机会来。对，那刘世文。10-6。好的，11-6，2-1啊。非常的精确，你看这，哦，对，你看，哇，好球啊，漂亮！李杰该叫暂停了。嗯，他下面是2025啊。对，是在我们大湾区。刘是参加赛。很多做了领导啊，做了教练的老将呢，在全运会当中呢，会有上场。他哪怕已经退下来了，但全运会的时候，有时候被，不错啊，你错长我就拉你，你短的我就，你看这节奏，好的。一快一慢啊，3-5，好球，3-6，你看你摆的，哇，哇，撇，3-3，大饱眼福，看到了一个。状态特别好的刘世文，对，状态真的非常好，对吧？还是基本上没什么办法。4-8，有点晚了，但是看看有没有效果。哦，好球，好球！所以你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幸福感啊。9-5，也一样的，他们加油的感觉也是一样的。哦，赛点了，4-5，之中，有了，开掉了，这样呢打到3-1，啊，今天完美的演出啊，两场球啊，都赢了。